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25届贤士同修，我们借于这一节继续还在草屯道场上课播出，到全台湾全国甚至到大陆到越南啊，到澳洲，我们这个都有转播啊，到各个既有的教室啊，所以你们在这里哎，你们都不会拜托哎，你看都不会说哦，哎，国外啊同学好羡慕哦，舒服的你在上课，你给我拿独孤，我在目睭金箍箍，望眼欲穿，好都望不到舒服来，你们还有机会独孤啊？所以同学啊，哎，要有咱的爱注意啊，摄影师啊，恁呐不要恶作剧，那咧独孤的咧吼，恁的镜头。特别加落起来，哎呦，或者拍些戏啊，啊，这会播出，啊，你有一届哦，咱的比较好像是18、19届换上课的时，还多哎，咱的摄影师、导播师的杨传兴师兄，伊就爱恶作剧啊。啊！伊就看了独孤的嘞吼，你老吹老吹，伊就把特别镜头录进去，啊，播出去嘞吼，啊有，咱迄个同修，过无老久嘞，有一个小姐太太走来找我，我讲你买啥子贵书？书，有一个学生在独孤迄个吼。我想要找伊了，我啥关系？无啦，我要找伊啦。哦，啊，就去找着啊。原来就是较早无缘的人啊。哎，走火脚的啦。啊，我讲你有结婚无？无啊，我怎啊无结啊？哎，那男朋友有娶嘛？迄个咱的学员有娶嘛？有啊，生三个啊，啊有是我，我吼，我摄影师吼，啊，这哪有那些特别奇奇怪怪吼，你镜头爱个对啊，哦，但是不要，个落上久，落上久会去拍摄，啊，要咱诶师兄，啊，拢个囝讲伊要来读册，啊，要来上课，结果呢？啊，有一次播出的时候，因囝呢，阿对话，爸爸你要独孤啦，哎呦，哦，哎，老婆呢，阿公你耳还要呢，你讲无独孤，你讲认认他，你家的独孤，家你落下拢独孤，后面就说唔敢来上课，我过来上啦，无啦叔啊。拜托摄影师莫甲录啦，好不好？恁有甲录我有无？没有吼，未啦，咱未独孤啦吼。哈哈，这就像咱的易经所讲的啊，年月日时，年啊，等于咱的人的元气，年。元气关系的年龄往上，啊，元气一往上呢，啊，就是
年龄的偶像有关系。比如说水天虚，啊，朱云行行事柱，四爻，一是顺你，发新你，哈，啊是挑你，啊迷你，啊是生年，忧你。这四爻都是你为你偶像，阿子孙有这是翁，阿这是熊象，你来生叫做熊，阿个本身伊个啊你。啊，比好，叫做旺。啊，这个精神、身体、精神都足充沛的。啊，听无？但是哎，同学啊，我冇讲讲啊，你当说都无精神呢。啊，就是说，连比如说水天虚，肾爻。孙子孙金哎印尼印尼是阿的是来穷化没有关系化啊破了那的身体咱也爱自己多修行，多修行，啊，自己多多样，啊，思想爱光明，啊，细伢细根破的人。啊，伊个想法哩奇奇怪怪，并无代表唔捌。啊，而是要懂得来解读这个烦恼，所以要多修行，多读圣人的书。那安尼来呢？歹命变好命。若是啊，我水天虚啊，比如水天虚，一是生年，这是有够旺哎，啊旺上呢会骄傲到尾的无人缘，啊那太过旺。过犹不及啊，所以咱学到是了解到家己，了解到咱环境，所以受之我求，福之我修，是安呢？啊，唔是讲咱知影了，全部就放弃了，哪呢？咱人生。都白走呀啦！祝福各位。各位微心贤士，各位所望善知识，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千真万确。啊，尤其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投资，要买卖，或是要参与政治的选举，你一定要懂得易经，
那无咧吼，哎，无死哦，啊，会把老百姓玩弄老百姓，那罪过就无量无边。所以老祖一直鼓励大家学易经，知吉凶，知进退，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吉是福报啊！安听无？啊，那么好了，现在要选总统啊，你要选吗？会哈，嗯。啊，有被选和选他，啊，我是总统的投票人呢，啊，你们呢？啊，大家都投给啦，总统投票人啦，不是同总统候选人咯，啊，虽然总统投票人，黑的咱爱怎样家己互补啊？啊，若是拿来看伊个命卦，伊若旺者，年一旺，表示伊有真大福报，要来分摊啊，好变现。啊，所以若是伊业障重，啊，伊的。啊，红酸条来讲，大美牙，啊，大美牙呢，八成的福气就变得二二六六，所以，咱要选一位咱全国的，啊，咱所能够敬仰的总统，啊，这都是爱有伊与福报。啊，你们可以占卦，用一占卦，占某某人终身财富，某某人的终身财富，啊，你们可以去来印证您所占所用所学的对不对？啊，你莫占，你占我肚子啊，你袂调咧。哎呀，是哇！啊，你胡乱讲，啊，那无调，哦，准哦，啊，那调，啊，也福气好啦。为了马西里的讲，我们修到了一就一，二就二，达最唔通胡乱讲。好，莫像江湖叔叔为恶人讲，甲要负因果不好。哈哈，想到阿扁时代，啊，迄个咧，啊，我甲讲阿你会赢赢赢一次主啊尔，伊讲赢一次啊就好啊咩，嘛是赢，啊，因为你一夜未了。伊问我三万业啊，三万业，福报的业，要袂分担予全民呐，啊，要有村嘞，啊，所以多了一万多票了，一村啊，家师傅，啊，西人家呢，予我伫大陆，讲好，火莲禅师。安怎都安怎顺利的，还安怎弄到的大陆啊，中南海啊，因呢，而且去做问卷调查啊，调查啊，三千多件啊，和混莲禅师与阿扁哦，他们去调查啊，调查混莲禅师赢呢1870多票，阿扁只有40多票，啊，其他没有意见的就比较多。哦，那一段时间呢，啊，大陆这政治圈的呢，
啊，对师父呢，慧能禅师的另眼相看来了，哦，啊，就来问讲，你看下一任的中共的领导人是啥人？我嘛唔知是啥人，有福报的人，福报的人，啊，伊就屌啊，啊，我就当时，啊，到后来有两个，啊，这竞选的时，啊，某某人啊，现任的某某人，啊，这些我就问我。我某某人现你们这个一定屌哎，啊，也福报比别人大，啊，他能够分摊给全国人民，啊，另外他的福报是他自己享福的福报安尼俩，所以也无多是啊，酸屌，啊，这都是。咱学易经，知道知机，互恁练习是与非。啊，你家己可以先自己用易占卦，免惊。嘿，啊，伊若岁君旺诶，岁牛旺相诶，啊，他就有机会来出线，毋是脱线哦，毋是脱线哦。出线，啊，出线甲脱线同款无？无啦吼，出线。啊，若是一年不忘，啊，那么伊就是时机没有到，时机无到，啊，来做全民首位选择的对象，啊，就是选贤以能啊。啊，你要选择很将啊，有能力为全民做事的啊，这都是易经之大道啊，所以真禅奥义呀、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要各位练习卜卦啊，用易一占啊，不是鼓励。哦，你去金门做人军师，不是，就鼓励各位，你们要了解自己的定力够也不够啊。你若是能够按照你所啊占的卦做一个正确的判断的时，好，那你未来占任何事情，拢会了了分明啊。啊，听我。好、哦，我露这些天机密给你们，啊，您爱好啊珍惜，啊，好好啊去运用。但是你要占卦，一定爱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还有王禅老子玄妙真经，这两部经一起来诵完，你再来占卦，万无一失啊！祝福各位。恭祝王禅老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师王善知识，用意利人天。好，所以啊，记住年运掌管一生60年之吉凶与祸福，年运啊，比如说地雷户子水，它是子年之旺啊，亥年水也是旺，好，有年生相，有年是相，啊，所以这四个就是表示说他一生
啊，即使不是很满意，但是爱谢天谢地啦。好，那么年运，啊，年是代表什么？年是代表天神，啊，年运代表天神，帮祖先。啊，年运来相生四爻，代表天神来相助，啊，祖德来相助，祖德流芳。但是祖德流芳，你来注意，啊，你爱一定爱教育。爱教育，你也看了，生着这囡仔，伊的细菌来生伊的细胞，这教育你爱注意啊，无下摆会无天无地无老母甲无老爸，这足恐怖的代志。爱好教育，爱有孝道。教育爱以知恩，爱感恩，爱报恩。你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的话，命较好拢无内用，阿摆变成社会上的害群之马。所以教育很重要啊，所以宗教。诶，孝道啊！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我们哦，我囡仔足吃哦，啊，你都太伤心伊，想到尾无老爸无老母，啊，干那个弟俩，啊，所以现在教育，啊，都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最近以来，啊，这结婚，啊，同性结婚的越来越多，啊，这个是社会的怪现象，啊，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啊宗教修行素养哎，啊，所以你看到、哦、你也干嘛做起哎？不要去，哎，伊会甲家己夹着，拖做胎，啊，这里，啊，各有他的因果业报，所以咱品德教育是非常的重要，纯良也不对。纯阴也不对，没有阴没有阳，道就不永恒，孤阴不生，寡阳不长，这个就是风水学和人世间做人的道理完完全全一样。所以呢，要盖房子。在孤阴之上，好看，先败而后决。好，在上面盖房子，好盖房子，这孤阴，孤阴先败。后决，爱注意啊！若是你化为基础，
气经管，也是风水，祖坟的风水占很高，环境真好。那个孤阴先败而后绝，啊，若是啊，在这里，这寡阳，寡阳先绝而后败，但是现在的人啊，就是这个方面道的智慧都没有了啊，才会有享乐一时，不管未来怎么样啊，那就是孤阴寡阳的问题。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一定要好好的啊，来帮助社会啊，一些心理建设，要了解到阴阳对待它的法则啊。所以我们在用意的时候，阴爻太多的时候啊，表示没有元气，没有能量啊。若是阳气太盛也是不行，会共高啊，共高的时候到最后来是一无是处。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为自己为朋友啊，看看风水啊，主居好不好，一定要用意，用意可以利人和利天，用意利人和利天啊，用意利人利天，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凡事皆沾，可以减少失败，增加成功啊！这即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道理。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学易经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不变的真理啊。你有福气今天才会进入中门来学正道的易经，这个不是一般的啊江湖术数啊，而是人人学易经，人人心安宁。曾经有一位老先生非常慈悲啊，有一天来到新佛寺，他特别关心说：“慧能老师啊，你一直只有讲易经啊，没有讲佛法，没有讲道法，没有讲圣人的心法。”所以他耿耿以怀，从北部自己坐车子啊，转到仙佛寺来，问我这句话说：“你怎么都没有讲佛法？”我听他讲了之后，我说：“
老先生，谢谢你的提醒，我是在讲佛法。他说你分明你狡辩嘛，好的，你是讲易经，怎么讲佛法呢？对，我是讲佛法。啊，佛法，佛法都是法无定法，啊，就是法无定法。啊，我跟他说。老先生啊，若是你的孩子啊，他有一位非常有道德观的老爸啊，若是那孩子做事业投资下去失败了，那老爸这个道德观你要怎么来排解呢？啊，这位老先生他就知道我的用意。那我可以把我的房子全部都卖一卖，土地卖一卖，啊，给他，啊，还债啊，欠人家总是要还嘛。那对了，若是还了还不够，你要怎么办？这下老先生愣住了。那我现在他的孩子啊，做事业投资了，了了一塌糊涂，他所有的房子、机器什么的，全部都卖光了，向亲戚借房子来住，还还不完，那怎么办？所以老先生。他眼泪流下来了，他说我一生啊都告诉孩子要好好做事，不要亏欠人家。我说你怎么样才能不亏欠人家呢？你没有法嘛，啊，你装只讲拜佛求佛祖保佑，我告诉老先生，佛祖不欠人的债，啊，众生欠人的债，那你怎么还？佛祖也没有开工厂，啊，也没有什么，他怎么去还债？所以这位老先生哭了，他说对不起，慧能老师。我误会你了，我说你没有误会我，啊，你的提醒，啊，我很感恩，我懂了，啊，我的是活法，不是佛法，佛法、活法两个都是等号，你一定要有用意。所以我才会开辟我们维新电视台，每个四五六的晚上，由我们的法师来证道，用义利人天，啊，这个都确确实实的真实义啊。所以你们要学到，啊，晚上。用一粒人天的你们节目一定要看啊，你们就可以从法师的正道来学很多的道啊，保家保身保心之道啊，那就是佛法。
也叫佛法。所以老大人无吹气，活法还活法，活啊活啊活啊，活不了，还在那边活不完啊！所以我写什么，这个让各位理解，活动法，法无定法，佛动法，法无定法，你一定要有法啊，才能够啊解脱啊，解开啊活法，或是佛法，或是心法，这是本唯心圣教用意利人天的真禅奥义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刚才跟这一位老先生说，哇，他把他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生的告诉我，我说你的孩子啊，年运就是来克四爻，年运克四爻，所以啊，孩子的思维看起来很帅，但是呢，四爻被克，转不过来，一转念转不过来，糊涂事就发生了啦。所以孩子啊了了很多钱啊，这位老先生啊向老祖磕了三个头，他说过去我对不起王禅老祖啊，误会王禅老祖啊，这个佛法那么的深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唯心弟子们，你们一定要把《易经》修好。我利用唯心电视台花了那么多的钱，没有广告费，而一直在花钱，希望各位同修们少一家的失败，少一次的失败，已经受惠赚了很多很多的福报，和赚了很多的金钱财宝啊！祝福各位。台湾是座各位唯心贤士，用意利人天，易经天机妙难闻，所以易经会讲话，尤其年月日时都会讲话啊，才有混言禅师华语啊。有一次一位先生问我说，混言老师啊，你和风水怎么会讲话呢啊？所以最近我在每天中午十二点都播出混言禅师华语啊，啊，这易经和风水怎么会讲话？我说100%会讲话，他就摸不着头脑。我说你用错了，投资错了，啊，家里住家住错了，啊，哀哀叫就讲话了嘛。啊，听有无？哦，所以这位先生啊，哎呀，老师啊，师傅啊，你讲的太有道理。我家里每天都是哎哎喳喳，都在讲话，老婆骂我，我骂老婆，孩子骂来骂去，全家不飒飒。我就是说，你家里风水错了，会讲话。啊，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修道学道是禅嘛，你不懂就惨了呢。哦，你懂了就是禅，就要悟嘛。
啊，有时候我们草屯这里啊，有一点啊，一位啊，那先生太太，他住家这个房子，这里一栋五楼的，这二楼，这一栋是他的房子，这只有三楼，啊，孩子很不平安。啊，流鼻血，对面房子上面屋脊往这边冲，孩子都流鼻血，三更半夜流鼻血去急诊，所以严立法师告诉他的，带到仙佛寺来，我看。我说你的风水有问题耶，啊，对面的房子朱雀，朱雀来客四爻，挂着已经出来了。好，那再来，我说你的白虎方，这有五楼的，上面有这个。大哥大的塔，好，在这边白虎方昂头，说你这个房子就不好住嘛，要改呀，你要改玄关，把楼下玄关改一下，像这样就好了嘛。嘿嘿，啊，这位女主人，啊，要改那要花一点钱，所以他就去跟隔壁就说，仙佛寺的张老师说叫你房子要拆掉啊，快要修哦，哦，所以这个老板呢，打电话到仙佛寺去。我想我是张老师，谁能叫我出来拆掉？啊，这刚好长老李校长长老接到电话，我那老师从来不得叫人爱人转，啊，想讲的，我想人讲的，啊，要修，这查某人啦，遐你无地位啊！哦。家里要爱盖，家里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啊，你家里盖的话嘛，是安怎啊叫人拆掉？好，那我们来修，有时办会修。所以吼，啊，足侪众生相哦，你还足注意来，啊，后来我。啊，请了我们的同修去跟这个主人说，老张老师，啊，叫伊去好去好找，家己爱改啊，无叫讲爱去，你来拆掉。我啊，哎呦，这有够自私自利啊！啊，我去好，我的代志无你个闲嘛，你搬边啊伊嘛，所以这就是啦。众生的无知，啊，我甲看起来呢，啊，这个女主人的命卦呢，岁君来克啦，月令过来克啦，月令来克，月令来克，就是人和，啊，月令，啊，月令。人和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比如现在是戌月了，
啊，西岳啊，这个火山里行理卦，虚月破，月破未破啊！一定人和，人和不好啊！人和呢，干的想到家己尔，任何一件事情拢是家己想家己为先。嘿嘿嘿嘿，各位同学。意见会讲话，一阴一阳会讲话，就如来开口啊，所以易经啊，易道也是如来开口，如来开口就易经，吉凶祸福。就是如来开口，了了分明。希望各位同修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听有无？啊，听有的，好了，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